在那个变异植物侵占的蓝星，勇于抵抗的普通僵尸又来了吗？想偷袭我菊花，你还嫩点儿。喂，我火葫芦八卦二号技师可不是好惹的，飓风厨师我。放开！我看你眼睛红肿，帮你调和下气血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喂，火葫芦二号技师前来单挑。老大，就是他，交给我了。火盾好火球之术，老大威武。老大，他好像吸了你的火球。看来你小子想加个装啊，我烧煮你，火球彩排。再送一个 VIP 服务，猛男天降，大哥威武霸气。大哥一路走好。原来是你，给大哥报仇！破阵，圣火巨顶阵。三号、四号技师，预备，突！突突突！撕开了，过来了，我死了。Ha ha ha!